能坐起来了。看我，看我，还认识我吧？啊？没事啊。昨天输完几点了？昨天两点了。辛苦了呗，今天搬到宿舍里面去好好睡觉。哎，那这个狗比昨天稍微精神一些。嗯，精神一些了。全都吐了吧？都吐了。精神多了。看我，看我。姐，你看。